这个航空业无法忍受的 OK 行为。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讲，就是你已经飞了几百万趟，然后你从来就是最棒的客人。我都是他们这个航空公司的最爱。嗯，刚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 OK。一、二、三。不是五位吗？正刚是因为做很多旅游节目，对对对，真的节目一直飞嘛，飞了13年，所以看的也多，我可以分享。那你遇过吗？遇过那种真正的 OK 在飞机上？有，其实因为我有跟着宪哥飞很多地方，对，所以真的看过蛮多 OK 的。对，我之前有遇过，就是因为在飞机上会看影片，空姐啊或者机长讲话的时候，其实影片就会暂停嘛。对，结果那个 OK 呢，就大吵大闹说，为什么要让我的影片暂停？哦，这样我会看不完这影片。他就叫那个空姐来继续把它播完，但是机长还在讲话就不能播啊。对，可是机长就硬要跟我们讲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啊，现在空机飞机外面的那个温度多少啊。这一点我要帮乘客讲两句啦，也没有很多句啦，分享而已，分享国内的航空公司好不好，你有要宣导什么或机长要乱哈啦我们都认了，有一种还讲四国语言的啦，对对对，掉掉很难耶。对，然后你就很呕嘛，我们来就是要 enjoy 我的旅程嘛，哦，这一点我为他讲，是不是讲中你的心？好像有一点，对，心痒痒的啦，讨厌。詹老师，但他都坐那个商务舱，没有，商务的最前面哦。最近 OK， 最近有之前都坐经济舱，经济舱 OK 的是上厕所不冲啦，这小事，或者在你后面踢呀踢呀踢的也很多。我这发生是在我自己亲自经历的，在内地的时候坐国内班机的时候，我们一团人大概是42个人。那天那个班机正好只有40个座位啊，可是那个但是有重视，对，真的那个，因为原来以为是中型飞机，后来缩小变成小型飞机，是换飞机啦，对啊，那个团长带旅游去说，我的逮流哇勤哇操皮哇哇厉害呀，吹牛吹得很厉害，你不可能40个人去，2个人留在这边在等。对啊，太僵了啦，不行啊，什么意思？不能少人啊，这么吵啊闹啊，你知道吧？是不得了啦，整个机场闹起来了，最后40个人全上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后来什么呢？是空姐站的啊，站票啊，站票，对。搭飞机还要站票，这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不可能！不，那个18年资历的，就马上就说不可能。二十年前国内班机，20年前，这个可能的确有可能，因为我刚上线的时候有听过学姐讲说，他们曾经卖着免税品站着落地。哎呦，对，超级危险，所以的确是危险。那个年代有可能。各位，你们虽然这你看26年了，对，但是连你也没遇过，我搭过。飞机上可以抽烟的，哎，可以，以前那时候可以，以前可以，以前可以啊，只要活得够久，那就是什么事都会发生，可以的，对，以前，而且你的把手这边的远航的旧飞机现在还有烟灰缸，对对，怎么样？空中26年菜，对，空中巴士确实，我还菜什么菜？人家是开飞机的，有什么好一样啊？真的啦，啊，可以哇，早期是比较 private 的空间，没有，还有更离谱的，20年前遇到的那个真的 OK， 我们从深圳坐飞到北京大概6小时，直飞的，突然4个半小时降落了，我以为是机件故障或什么发生什么状况或雾太浓了，他中途接客，中途在内行的，真假的，对，我乱讲的，我说哎怎么突然降落，是不是什么状况？我是领队，我先了解状况吧，他说降落完说对不起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有6个高不能说高干，不能讲高干，就是很尊贵的客人，我们要给他搭便机。啊，搭便他们搭便搭便车就算搭八个就上来坐前面那最好的位置，已经预留给他了，然后再起飞一次。哇，不能说 OK， 就是太尊贵了，特殊状况，特殊状况，这真特别的。正刚有吗？遇过吗？我遇过比较是游客，那他基本上就是等于是一群人，大概4、5个，然后出去玩嘛，是，他出去玩就是很嗨的那种感觉，对对对。那他们那个时候是我们都已经坐定了，他们等于是最后上飞机，是，然后我们。突然乒乒乓乓很吵，就想说，哎，就看了一下那个登机口，想说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这么吵？然后就有一个客人就在那边匹配给讲日文，对，他那几个朋友就也跟着到登机口那边，就有点就是在叫嚣，然后听不太懂什么意思。其实基本上我后来才知道，航空公司规定就是民航法规定是你不可以带酒上飞机，不可以带自己的酒，对，不可以是开着的，对对，即使你在免税店。那你自己买了，你都不可以说哦，我在飞机上买，我可以打开来 share 给大家，是不行的。对，
对吧？其实航空公司就是那个手提行李箱都有规定，像墨数，像国际航班就是100墨，然后总 total 不要超过1000墨。各位，这是100墨，对不对？嗯。结果他用了一半了，还是一样没收。啊因为依照上面的标示为标准，对，你说我已经用一半了，不行，还是没收。不行，因为它的对它的大小也有限制，这个难度很高啊。有一次带一瓶150墨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包包里面有那个指甲刀，我把衣刮掉。所以那是50。我说的是别人的故事。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像喷雾类，大家可能会比较有疑惑。那基本上喷雾只要不是用在人体身上的，都是不能带的。不管你是托运还是随身，都是不行的。然后如果是100墨以内的，你是可以随身带着上飞机；100墨以上的，你就必须要托运。对。然后像非美国线，可能他们对于安检比较严格，像粉状的东西，他们也会特别在意。像妈妈会带奶粉嘛，所以像奶粉或者是药粉或者是骨灰粉，对，这一类是他们要骨灰粉，对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就是经过航空公司认可，不是危险性的东西的话，如果泡奶的时候泡错，不至于吧？至少那你至少一次也就是6匙8匙，不会太多。哦，对啊，我有一次被检查，美国被抓去小房间加强检查，就为了什么？戴手套。不是，我全身带那个磁石的那个贴的，他以为是我，他以为我是自杀客，你知道吗？准备引爆炸弹客，抓进去，一直追问，合理啦，这个要多检查啦。对对对，合理合理，大吵大闹 OK 对不对哈？我是从西雅图飞回来12个小时，有一个客人不吵不闹。但是真的是 OK， 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因为还没有起飞系安全带之前，他就吃了2个镇定剂，哦，就倒下去了。哦，躺平，哦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？已经降落了。OK， 那个人就是我。啊，就是我。那为什么 OK？ 因为他说自己 OK， 因为起飞降落你要数值嘛。对，完全我吃了太多的镇定剂，我有密闭恐惧症，我吃了我自己不知道那个。第一次尝试，后来我还没吸下去到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只是先张先生、张老师，请你，我们要降落，请你起来，按那个椅子，我才发现我整个躺了12个小时。啊，早知道我就不要坐那个舱了，我坐经济舱就好了。太夸张了啦，怎么啦？来，我们直接听机长来分享第一条。好，来来 ，Supper。好，飞行时仪表板故障，凭着叮叮铃紧急迫降。哇，这好厉害！像以客机来说的话，其实它的这个装备都是蛮好的，都有2到3倍，是2到3套的那个配备，对，配备这样子可以做一个备用。那我要分享的是之前我飞军机的，对，因为民航机的部分的话，其实都还蛮安全的。你飞战斗机，这种帅的，这种高帅型的，对对，大概都是飞军机。然后退役转到民航机去飞，是这样子，挑选过赚比较多。你问他们，对对对对，他应该大部分都是比较帅，他们都会叫他自己说帅，对对哦，就体面嘛，画面好看。不，他空军里面有一定标准，对，筛选过。那个事情的话是那时候。军机都是比较老旧一点的，那所以说刚好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单飞，然后刚好发生的是电气系的事情。F 系列的吗？那时候是还在学官，在空军官校，对对，那就是教练机。对，教练机，对，那刚好发生了电气系的失效，那电失效了，所有的仪表就没有了，因为全部都是吃电的嘛。是是是。对，那时候我又是飞在大概20000英尺的高空。哎呦，高空。对，然后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底下就是云海。想很多，当时想很多。想很多，对，人生的跑马灯。对，都出来了。还在学校而已。对，还在学校，所以那时候才单座机嘛，就一个人啊。对，一个人啊。没有一个人，没有。对，其实我会紧张，因为那时候也才时速才100多小时而已，所以经验还不足。飞很少。对，那时候我是先看说，哎，因为方向已经没有了，没得参考了。天哪！对，连方向都要自己判断了。
对，那我是用太阳来判断，因为早上嘛，早上的话太阳是东边升起，对，所以我把我的肩膀，比如说我对到太阳，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前面就是北边，对，后面就南东西南，对，南西南，对，就有一个大概的判断的方向这样子，然后底下是云海，所以我看不到底下，嗯，到底是山还是海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位置在哪里，我已经看。没办法判断了，想说还是得回去落地，因为不然油越来越少了。所以我就反正，那当时的想法就是反正命就一条，反正就是赌了，就直接这样子盘旋，这样子慢慢下降。所以它东西南北，那你赌哪一边？该不是赌南吧？啊，没有，因为赌东北，对，是比较是往平原或者大往海的地方，对，所以我稍微往西边飞一点的话，然后再下去，这样子，啊，下去之后再看台湾的海岸线，你等于用目测来降落就对了，对对，就只能这样，他找跑道，哎，厉害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哇，哎，那你降落之后呢？你有没有你立刻跟谁联络？有没有跟谁讲？刚刚九死一生？跟维修部啊？跟谁？哎，应该是跟家人联络吧。哎，灯坏掉啊！这个真的。哎呀，这就马上就是跟机工长说哦，怎么那么不感人啊？好无聊哦，大家好无聊。对啊 ，OK， 他这是惊险啊，是恐怖紧急迫降，我们也不遑多让，对，好不好？搭飞机搭那么多，我搭过鼻轮没有下来的，鼻轮啊，直接着地哦。不，鼻轮没有下来，没有灯，所以我上面哦，那个这跟开 party 一样，左右两边呢喷泡沫。在整个跑道白的，我们就这样下来，然后他用手动完毕之后，但是他灯一样没有亮，所以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下来，所以你下去以后可能会扔卡，送整个机头下去，哦，就整个趴到地板上去了。那个飞机上面还有一个女明星黄以玲，对。这哇 ，long time ago， 对，我是有搭过那个。螺旋桨的飞机啊，当中有一个就很生气，你知道？那我就在睡觉，就不看，只听到他在吵。那吵完以后，我就赶快醒过来，太害怕了。他跑回跟那个空姐讲说：“我不要坐这边，我要坐这边。”对，他这边有电风扇在转，我们这边没有。螺旋桨这边没有，我赶快打开看。这边没有在转，吓死人！什么奇怪的故事啊？有转船比较慢啦，对，他那个要把它放，让可能哦，只用一边引擎，不是，只用一边引擎，那一边没有，他就让那空船那个叫顺桨，机长点头了，机长点头，对，没错。算了，不要跟他们聊这个，我们自己聊，他们不会懂这个的。你们开聊天室好了，开玩笑哎，来，相提，还被我说中了，你看。来，有没有螺旋桨一边坏了，照常飞，心中闪过人生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：台湾言论自由，有中天才完整。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，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。